你好，能帮我办一下张小明的入院手续吗？哦，好的，您稍等一下。请不要紧张，好了。医生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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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
知道他就在京城别人是什么程序吗？现在除了把他留在这儿，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艾米，你要不然我带他回去，我带他回岱山。不，薛院长，他不能再回岱山了。他再不摘山，这个韩慧来抢他，我们也不可能再看他一辈子。这就是最后一条路。你是他亲姐，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我根本就不管，我也不想管。我这么一见过你这样的人，你弟竟然不懂事，跟他是个人，是个活人呢！你看。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对待他？你们这些人仗着有几个钱，根本就不把小明放在眼里，平时也是拿钱打发，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。现在岱山住不下了，就拿小明当个物件似的塞到上海来，他心真狠，真狠。小英姐，小英姐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小明的。还有，安迪他是有苦衷。那小明呢？谁在乎小明？ 如果我有那么一天，我也可以放心来这里。你别胡思乱想，放心，我没事。我只是想，我要是落到行为不能自制的时候，有专业人士在，也不会那么狼狈。我们在里面忙得都要生烟着火了，你倒是挺逍遥。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 怎么？难道你以为那个大姐想的一样，觉得人家安迪做事不近人情啊？要不是你一不行，这事情怎么可能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人家安迪没有怪你，干净利落处理善后。可是你倒好，一时冲动掉头就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以安迪现在的精神状态，他能不能处理这个烂摊子啊？作为一个女人。 干嘛要把自己弄得那么强悍？你让我一个大男人都无地自容。昨天你在岱山的事情最好清理好尾巴，不要扩散出去。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跟你绕话了。我只希望以后你遇到任何事情，能不能第一个找我？我才是你男朋友，没有必要麻烦老谭了。老谭不麻烦，我每天给他创造利润呢。 我是不想亏欠你太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马上下班了，你要想买什么，你就自己进去。不用介意。拜拜。你最近发生挺多事儿。 很多事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很多话，我也不知道该找谁说。正好你下班了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，或者不吃饭，就吃个下午茶也行，或者随便坐哪儿都行。我就是想找你聊聊。 行吗？你去玩吧，我等你。帅哥，来酒吧桌会被雷劈的。啊、他是我男朋友，人家可是正经人，听到没有？你这藏的也太好了，你这也太不地道了，你也让帅哥给我们卡卡油。不玩了，我玩够了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去完洗手间，回来我们就走。好。既然你来了，跟我们喝一杯吧。 就是啊，这么帅的帅哥，必须。来来来，不，我今天开车了，改天吧。先生，这是你们的账单。你呢？跟赵医生怎么样？
我看得出来，他很努力的在忽视我的缺点，一直在逗我开心。真的不是我担心，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越来越累，我都快笑不出来了，还得假笑。那是我这次闯祸闯的有点大，怕他不开心才会这样。希望我送给他的礼物能让他激动起来。你居然这一次只叹气不尖叫，看样子问题很严重。你要尝试找一找解决问题的目标了。我知道目标在哪儿，但是怕这辈子追不上了。他那么优秀，我这么草包。你上班拿行李干嘛呀？你要跟谁私奔呢？别瞎说，我去上班了。脸红了，你肯定有事儿。怎么？他跟谁谈恋爱了？白兰姐，我听说明天 VIP 客户有线下活动啊。啊，对，是一个顶级珠宝的鉴赏活动。其实活动什么内容根本不重要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怎么样？不知道明天有没有这个荣幸，能请美女一块吃个饭啊？啊，可以吃。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我来负责，我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不过，不行的话，我们下次我来请客好吗？好，拜拜。小书呆，我下午要去出差了，特意打电话提醒你。一起出去玩呢，一定要保持距离，尤其是晚上，知道吗？你不像我，你脸皮薄，一定要懂得拒绝。到了那边以后啊，先看一下雨斌的房间，如果是一人一个房间呢，你就可以好好的玩了。那如果他只订了一个房间，那这个人一定没有好心，这种人直接fail。懂了吗？懂了。哎，这车是你的？啊，那曲潇潇是你？啊，我女朋友。好。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，过来看看。我还在这车上放了一张原声碟，你上车，关上车门，听听那效果。不用试了，你把单子拿过来吧，我结账。账单在这儿呢。看了你也付不起。干什么？不是要付账吗？41了，刷卡还行。多少？长得真的是不错。怪不得曲潇潇肯在他身上花钱呢，是不是？你今天呢要把这账结了呢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你要是付不起，那就别怪哥损你。小白脸嘛，是不是花女人钱的小白脸啊？啊，姓赵的小白脸。啊，去哪里？潇潇的朋友，别动！啊，练过，你耍使阴招是不是？潇潇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打起来了。什么？打起来了？你那个姓赵的男朋友把姚斌给揍了。那他人呢？当然是去医院了。你去帮我订最早一班回上海的机票，什么飞机都好，什么位置也好，越快越好。问你个问题，小曲他瞒着赵医生，花巨资给赵医生的车做了一个改装，结果赵医生就被小曲的朋友嘲笑为小白脸吃软饭的。现在小曲该怎么办？赵医生才不会生气、啊。这种事儿，在你身上无解。如果你是赵医生的好朋友的话，你可以跟他一醉方休，听他倾诉，帮他解忧。可是呢，你并不是，你能做什么呢？这种事儿，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可是现在小曲真的很难过、啊。你相信我，男人了解男人。能让赵医生这种人动手的，一定是他绕不过去，他心里头有不为人知的这种隐痛。我记得你家门口有个摄像头，可以依照时间查看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有需要吗？你快帮我查一下今天晚上的记录，赵启平的记录。
我可以帮你看，但是这是你的私事，还是你自己回来看比较好吧。哎呀，你快帮我看吧，我等不了了。真的很严重吗？快呀，快告诉我他。喂，19:17的时候，赵医生是来过，有敲你的门，然后还要打电话，然后就走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赵启平，你出来！赵启平，你出来啊！你出来，我们当面把话说清楚。你出来！邱莹莹，是这样啊，我们家的座机好像坏了，你帮我去敲一下我家的门好不好？我找赵医生有事情，帮我叫一下他。不去！求求你了，我现在心特别特别的慌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，你帮帮我好吗？不要挂电话啊！你去敲敲门，让我听着。你这一生脾气也太大了吧！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专业好、人品好、什么都很优秀，就是没有什么钱的男人。说钱的时候吧，跟你讲尊严；说尊严的时候，还跟你讲尊严。你说我们哪像他们会一套一套的道理啊？又不能活生生把自己家里搞破产了，来平息他们的自尊心啊！哎，姐，你是不是脑子撞哪了？怎么还需要我跟你说这些呀？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，我立刻就给他打了电话，打了好久。他一直都没有去。那他家里呢？去了没有人。医院呢？我不光是跟他的朋友联系过，我还假装病人跟服务台咨询过了，确实没有当班。没人。曲潇潇，你完了。这车音响挺不错的，对，还行。你听，这中音，这效果，喜欢吗？喜欢难走。你干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哎，走，神经病，别理他，快走。终于给我打电话，你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。我还以为你把我电话都删了呢。我们不是知识分子吗？知识分子不是应该讲道理才对吗？不是吗？不接电话是不是不对？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，你一直不接电话，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？我爱你。他没有带。我是真心爱你。